哈国民众抗议共产党头领，政府辞职。哈萨克陷动荡，前总统同中共关系引关注。金正恩你个混蛋，平壤街头现反金涂鸦。西安老人心脏病发，医院拒收，女儿哭诉话：我爸唔喺度啦。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1月7日星期五，欢迎收睇纪元头条，我是雪儿。刚刚迈入2022年，中共的两个好朋友国家相继遇到大麻烦。首先是哈萨克，1月5日，哈萨克因为燃料价格飙升，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抗议者占领机场，推倒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哈萨克斯坦政府内阁随后全体辞职。有影片顯示，在哈薩克各地的抗議者大叫老爺走開，示威者提到的老爺指的是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他是蘇聯時代的共產黨首領，在該國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現任總統托卡耶夫就是他扶植上台的。另外，網上有影片顯示5日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圖阿密提的抗議者在和防暴警察的衝突中佔了上風，還衝入阿拉木圖市政廳。一些抗議者還手持從警察那裡得到的警棍和盾牌。英國倫敦的風險分析師科克克羅夫發布的影片顯示，整排哈薩克斯坦的警察臨陣倒戈，站在抗議者的一邊，抗議者高興地擁抱在一起。據哈薩克阿拉木圖衛生局5日發表的消息，4日晚間的示威造成至少40人住院，包括4名警察在內的7人入了深切治療部。當地警局表示，目前有警察137人、平民53人受傷，全市120架警車有30架被焚毀。抗議事件爆發之後，總統托卡耶夫解散了國部會，並宣布進入為期2周的緊急狀態，又切斷互聯網、屏蔽手機信號和拘留知名記者，同時呼籲俄羅斯領導的集體安全公約組織 CSTO 提供幫助。6日，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Sputnik 報導，集體安全公約組織發表聲明說，目前俄羅斯空軍的軍用運輸機正向哈薩克運送俄羅斯空降兵。6日，俄羅斯國際傳真社 Interfax 引述哈薩克阿拉木圖警方當日的講法，說幾十名暴民已經被消滅。根據路透社特派記者現場報導，幾架裝甲運兵車和幾十名士兵6日早上進入阿拉木圖主要廣場，有幾百人已經連續3日在那裡進行反政府示威。報導還援引目擊者的話，說軍隊靠近人群的時候傳出槍聲。哈薩克下一步的局勢發展受到國際關注。哈薩克爆發民眾抗議事件的矛頭指向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納扎爾巴耶夫在執政近30年期間與中共的關係密切，他還追隨中共的一帶一路，提出光明之路，此舉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2009年，納扎爾巴耶夫訪華期間，中共同佢達成提供100億美金嘅貸款換石油交易。作為交換，中方獲得咗哈薩克主要能源企業萬格集套油氣公司將近一半嘅股權。2019年4月28日，納扎爾巴耶夫再度訪問北京嘅時候，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佢頒發咗友誼勳章。哈薩克政治學者薩特帕耶夫在2016年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哈之間處於一種微妙的關係。薩特帕耶夫說，民間主要是從經濟角度看待中共威脅，百姓認為中共在經濟上對哈薩克擴張，特別是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這種恐懼心理亦時常被哈薩克反對派利用。哈薩克出現了動盪局勢之後，中共官方多引用俄羅斯的報導，沒有評論，似乎在度靜觀局勢發展。不過，有雕盤狗之稱的胡錫進在微博上面發文，將哈薩克的動盪定性為顏色革命。他說，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任內積極發展對美關係，而
意圖平衡中俄影響，亦都同時對美國保持防範，結果仲係發生顏色革命。中共的另一個親密戰友金正恩近期遭遇到強烈不滿的塗鴉事件。據韓媒《每日北朝鮮》Daily NK 新聞網站報導，去年12月22日，相對高級的平壤平川區一棟公寓的牆上面塗有反金正恩的塗鴉，說金正恩你個混蛋，因為你啲人要餓死了。金氏政權迅速反應，封鎖了該地區並清除了那些信息。報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事件之後，當局派人去附近的公寓區和企業挨家挨戶採集筆跡樣本，並且詢問當地人塗鴉出現的當日他們做什麼。這次塗鴉出現的背景被指與北朝鮮嚴重的糧食短缺有關，中共病毒大流行導致到邊境關閉，同時北朝鮮還遭遇嚴重洪災。據自由亞洲電台1月3日報導，啲居民而家甚至話食用油短缺，供應緊缺導致價格上漲咗4倍。東京早稻田大學教授寫過多部關於金氏王朝書籍嘅仲川智計對每日電訊報表示，喺平壤嘅一道牆上面出現咁樣嘅信息，對當局同埋普通人嚟講都係一種衝擊。仲川話：好多人睇到塗鴉之後會產生共鳴，民眾只係因為害怕而唔敢大聲講出嚟而已。根據北朝鮮目前嘅法律，任何對金氏家族或其政黨嘅批評，都可能被指控犯有煽動叛亂罪，或者危害國家罪，或者會被投入政治反集中營，甚至可能被處死。2018年3月。當時一名上教因為在平壤市中心的文化宮寫標語而被公開處決。新年伊始，一份專門保護法輪功信仰群體的法案已經進入美國國會的審議流程。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發言人張怡平博士認為這份法案意義重大。法案主要撰寫人國會眾議員佩里已經在2021年12月16日將法輪功保護法案交由外交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委員會進一步審議。該法案是針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參與人員實施制裁的法案。這一個法案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它是針對保護法輪功團體所專門提出的一个法案。那在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以来，美国国会和欧盟议会都对中共迫害法轮功通过了很多这个决议案，但这一次的这个法案跟这个决议案是不同的，实际上是有法律的效应。那么这个法案对这个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个事实进行了阐述，同时呢，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包括对这个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个任何人物和官员的这个制裁措施，包括要求美国总统、美国国务卿和美国这个医疗健康部门对这个中共活摘情况进行提出报告，所以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这个建议。如果这个法案要如果通过的话，那么就是美国国会第一个针对保护法轮功而通过的一个法案，所以这个法案是非常有意义的。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定期提交给国会中共活摘器官参与者的更新名单，无论直接参与者又或是间接参与者，包括政府高层官员和军队官员等，并授权美国总统可以禁止这些人入境美国，冻结他的资产等制裁权力。法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立即停止。去年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这个是自中共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因为法轮功问题单独点名制裁中共官员。继西安孕妇流产事件之后，西安一名女子又在微博上披露她父亲心绞痛发作被多间医院拒收，
跑遍西安所有的医院，耽误了八个钟之后，父亲终于被送入手术室，但是已经太迟了。他喊着咁话：我爸已经不在了。1月5日，西安女网友太阳花花花00000在微博发文话，他父亲2日中午突发心绞痛。该网友将120、110以及相关热线都打过晒，都找不到接受治疗的医院。无奈之下，他仲走到去大街拦警车，警察话不属于他哋管，时间在等待中白白浪费。经过多方努力，最终高新国际医学中心在电话里面同意接收，但下午2点去到之后，医院又以中风险地区为由拒绝接诊。最后他父亲处于病危状态，在晚上10点几进入高新国际医学中心手术室，但医生说耽误太耐，如果2个钟头内使用容山的药物就可以救治，来迟了。他父亲在1月3日凌晨逝世。这名女网友在贴文中悲愤地写着，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11分，距离我爸爸心绞痛已经过去了将近8个多钟，我无法想象我爸爸是怎样的绝望和煎熬中度过他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该网友得知父亲抢救无效，要入医院见父亲最后一面，离医院的保安拦阻，最后请示领导才同意给他一个人入去。微博中的一段音频显示，西安政府工作人员在电话里面询问女子当时的情况的时候，再现该女网友痛失至亲的绝望之情。你接爱，我没有办法接爱，那是我爸。我们在国际医学中心，离我家最近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医院，让我们去了之后又把我们拒绝，然后现场要求做核酸。我爸是心脏病，根本等不起。我们2点吃的，没有人，即使是个红马，即使我爸是新冠，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实行抢救。没有人搞，没有人抢救，没有人。没有人告知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女网友哭诉，我不能够给我爸在屋企等死，我拎着各种证明去，从2点我爸一直等了8个钟。女网友说，对于她父亲因为耽误治疗而去世，没有一个人对此负责，还要她不要影响大局。没有一个人对此负责，高新医学中心联系我，他们说会给我一个答复，但是目前是防疫的关键阶段，让我不要在网上乱发东西，影响防疫大局。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发一个帖子怎么就影响到防疫大局了。我的帖子是能够让陕西省西安市的人民全部感染新冠。女网友表示，要求涉事医院公开道歉，将事情调查清楚。这则录音在网上引发强烈反响，有网民说见到这样的新闻真的很心痛，又是因为疫情管控而拒诊，之前是孕妇，这次是老人。在今天的西安，你可以饿死，你可以得病死，但你不能够死于新冠病毒。最近几日，中国社交传媒上面出现了几十宗类似的患者求助呼声。有一名患白血病的儿童，3期治疗已经中断了6日，但被多间医院拒之门外。在他的家人发的求救贴纸被封存之后，他才被医院接收。西安民众赵先生告诉新唐人听，在这个期间，我的一个表姐去世了，我们不能够去奔丧，火葬火化的时候，他们屋企的亲人都不能够去。赵先生说，现在最大的最严重的问题不是疫情，而是封城造成的人道危机。
但是西安亂象在中國網上曝光之後，西安市政府5號在微信上面發布緊急通知，警告說所有微信群受到監控，如果傳播所謂的負面新聞就會立即封群，這個將會導致當地人求救的聲音更加難發出去。有網民說當局做的事表面上是在對付病毒要清零，實際上是在對付民眾，將感染的人清零，將他們扔到不被人關注的郊外。當局做這個封城的事，其實是在封百姓的嘴。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多謝收看，守護真相永不放棄，我是雪兒，聽見吧。